三点一四上午八点半钟，在中国国民党执行党部举行。首先由大专院校代表把奖励第一人自由运动的邮票合计4,581张递呈给教育部长蒋彦士，然后由蒋部长转交给交通部次长王章青，再由交通部转交给各海员，带到世界各地为国家宣传。接着蒋部长颁奖给成绩优良的大专院校，第一名中国文化学院，第二名银川商专，第三名台北商专，并且对同学们热烈响应这一运动表示嘉勉。